我是林汉明，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亦都是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我也很开心，即有老师、同学或者其他教育界的同工，大家对于这个议题，即农业、种子的议题都很关心，而且觉得亦都跟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有相关的。我觉得今天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希望可以继续做多一些活动。我希望我们在香港虽然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地方，但我们对于这个粮食安全和粮食对于人的影响，我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多些关注的。所以从科学的角度去关注，首先要认识我们的种子，认识种子的作用、种子的资源，从而从香港一路走回去跟中国整个发展和跟世界整个的粮食安全发展都拉上关系。对于一般的香港市民，我希望我们都支持香港的农业，因为其实农业对于一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它提供了粮食，我们粮食不是只是超级市场来的，而是农夫辛苦地耕种来的。对于这个同学们，新的一代，我们要知道粮食安全对于我们世界、对于中国、对于香港都很重要的，科技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一起去参与的话，我们可以改变未来，改变我们粮食的供应，帮助到有需要的人。